帶俾我天下。有陣時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噶啦，見到各國嘅政府都同中國講人權，講乜乜乜乜，事實上生意人先至係最實際。我成日都講啦，全世界只有極權國家，佢哋先至可以令到資本嘅運作，或者令到一啲產品被禁或者禁止入口同埋出口，可以令到整條生產線停頓或者控制個市場。但係對於民主國家係唔可能嘅。德國轉向就係話針對中國，希望減少對中國嘅產業鏈嘅依賴同埋市場。結果有5000间嘅中小企，呢啲德國唔肯，因為事實上佢哋就佔咗整體嚟計嘅德國企業嘅 10% 嘅 GDP。如果係咁嘅話，喂，商人重利就梗噶啦。但係你哋日日講、年年講、月月講，如果你自己本身嘅國家政策唔作出一啲適當嘅限制同埋調整或者關稅嘅話，咁樣你哋嗰位嘅抗中係毫無意義嘅。就以今年好多人話：哎呀，中國資爆啦！呢啲不停講、不停講，哇！中國頂唔住啦，外貿唔得啦。咁睇數字啦，即係其實我之前講過，就係中國上年嘅貿易順差係有5000多億美金。只不過冇辦法落實到去，好多企業將啲錢收咗錢，依然擺喺外國嘅户口，唔進入去中國咁解啫。但係個順差係有嘅。咁你見到我哋近期啊，深圳又好，東莞又好，呢幾年好多嘅工廠有啲執咗笠，係嘅。但係為數整體嚟計，對而家嘅中國係有影響，但係仲未去到傷筋動骨。我相信呢個趨勢係要等東南亞嘅產業鏈成熟啦，先至能夠改變到。如果係咁嘅話，未來5到10年先至略見成效。我哋見到越南，見到印度彈咗上嚟，但係實際上佢哋只不過係分擔咗部分嘅一啲高科技產品嘅製造業。但是整体来计，中国的产业链的完备是有的，所以不停日日讲资爆，但是市场最实际。就以现在欧洲人，美国就已经行得很紧要，因为由特朗普的贸易战开始。但是欧洲还没有，欧洲今年的过冬，所谓的过冬八件套，欧洲人已经买爆订单，而家做欧洲市场嘅过冬产品嘅中国企业，去到今年过年嘅三班倒，即系24小时运作都唔得，做个唔停。所谓嘅八件套就系秋衣嘅冬季，即系嗰啲秋裤，即系嗰啲工人，即系嗰啲龟老裤，我哋叫。钢腿神器、法兰绒睡衣、热水袋、暖手宝、取暖器、电热毡同埋高领毛衣，呢啲中国制造过冬产品，而家喺欧洲买爆。而更重要嘅，连女士嗰啲咁嘅丝袜亦都系。就十月以嚟，保暖内衣嘅销售额比上个月同期增长 246%， 其中龟老裤喺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多个国家有3倍以上嘅增长，分别系372%、362%、365%、316%同埋311%。而钢腿神器亦都喺欧洲走红，十月至到而家嘅销售额取得咗131% 嘅平均每月嘅增长。来自荷兰、德国同埋法国嘅女性最中意呢一种中国制造嘅神奇丝袜，
而嗰啲法蘭絨嘅睡衣銷售額已經比上個月同比多咗 95% 銷情，而更加多嘅就係風能、太陽能、儲能電池呢啲能源產品一樣增長。數據顯示，十月至到而家，中國國產熱水袋銷售額喺全歐洲取得咗 300% 增長，暖手寶更係增長咗 447%， 而取暖電器呢啲直接增長咗 300%， 嚟自荷蘭、法國、德國同埋波蘭消費者對中國產品嘅取暖器、暖腳寶、電熱圍巾呢啲，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而以發電煎為例，歐洲27個國家一個月就已經買咗129萬條呢啲發熱煎，月增接近 150%， 而家加班加點都做唔切。而最主要生產呢啲嘅就係浙江省慈溪市嘅取暖器生產出口量佔到全中國三成。為咗因應歐洲呢啲客户嘅保單潮，唔少嘅商家正忙住趕制訂單。大眾網報道，一條國產電熱煎通過某跨境平台出海歐洲後，平均人民幣100蚊，即係14蚊美金，漲至50歐羅，即係48.7美金，約合345人民幣，比原先仲要漲價3倍有多。呢個就係自由民主嘅可貴，政府嘅能力並唔能夠急速令到一啲市場去改變。其實點解歐洲嘅市場咁重要？點解我成日都講，如果你要制衡美國嘅話，就要中歐聯手。而歐洲亦都因為佢係27個國家組成，各自嘅國家都有佢自己嘅政策。而人民最緊要睇到就係邊樣平邊樣好，買邊樣。咁你話中國嘅質量係咪好？咁係嘅，係好嘅，因為好多就係要買歐洲市場，將佢哋嘅規格比國內提升咗唔少，所以一定係符合歐盟標準。亦都因為咁，其他你睇下越南、印度仲未承認嘅話，呢個趨勢不變。如果根據以上嘅報導，未來5年、10年，中國依然仲係世界工廠，外貿有所回落，但係整體形勢嚟講，佢並唔係大家所想像中咁差。拜拜。